看今天的台视晚间新闻，我是林一如。台南新传有自小客车冲撞火车站，新市火车站在中午，有辆白色的自小客车突然就冲上了台阶，撞到钢柱才停下来。撞击力道之大，不仅呢是车头撞凹严重变形，左前轮也当场断裂，车上两个人双双送医急救，而驾驶的伤势很严重，昏迷指数只有3。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意外？有待进一步调查。白色自小客车咻一下车速飞快，直直往前冲，快到连路人都好奇多看一眼。通过路口之后，依然不见减速，先擦撞火车站前圆环造景，最后撞进火车站。灰山区就下来了，那速度很快啊！那顶着来，一根飙着来啊！都已经听到声音下来，车子已经在那边了。轰然巨响，惊动附近民众，大家跑出来看，发现不得了，眼前自小客车撞到车头全毁，左前轮断裂喷飞，撞击力道之大，安全气囊爆开。民众想协助救人，但车门严重变形，警消出动破坏器材，才总算把门撬开。车上两人浑身是伤，驾驶更是满脸鲜血，情况危急，紧急先送医。有烟，我们怕它起火，所以说有使用掉一罐的灭火器。站内的旅客还不少，但是因为它这个方向刚好都旅客都没有事。开车的是一名48岁陈姓男子，事发前就已经高速行驶400-500公尺，沿途速度很快，最后撞进火车站，撞上骑楼柱子才停住。当时站内有不少旅客等着搭车，大家饱受惊吓。到场时发现有两驾驶与乘客卡于车内，由消防队救出，肇事原因尚待鉴定中。车子直线冲过来，幸好没有波及民众旅客，只不过车上驾驶乘客都受伤，得先度过险境才能厘清冲撞原因。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。